朱，你今天有没有看到陈菊啊？那陈菊说没说什么时候放朱亮出来？朱亮和你说过什么没有？没有啊。朱亮是不是真的？真的什么？ 谭永年说，朱亮可能涉嫌杀人了。朱亮，你能告诉我，盛威究竟哪一点最吸引你吗？气质，他的气质。气质？嗯。什么气质？ 近乎于男人的性格，我非常喜欢。你撒谎！我没撒谎。那个尹曼玲，就是夜总会的小姐婉琪，她也有这种气质？她没有。我跟她只是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说？ 你和盛威是为了爱情，你和婉琪呢，是为了欲望，对吗？差不多吧。你又撒谎。婉琪向我供述说呀，你有一个特别的爱好，说你特别喜欢女人的脚，她说的对吗？ 说话呀！那婉琪的脚漂亮吗？那天盛威到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发现她的脚也很漂亮。我说的对吗？对。那要这么说的话。 你喜欢盛威和婉琪，不是因为他们的气质，而是因为他们俩的脚非常的漂亮，对吗？对。哎，你看这双脚漂亮，漂亮。这是王晨的脚。 知道了什么？你是说，他知道？你第一天进拘留所的时候，他们在你身上抽了一管血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为什么？体检。错。他们在骗你。 他们是要把你的血送到我们公安厅做 DNA 的检验。现在结果出来了，王晨体内的精液和你的血液 DNA 经对比，具备同一认定。 这就是说，王晨体内的精液是你留下的。朱亮，我们以前对你进行的是治安拘留，但是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要对你转为刑事拘留。我明确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是涉嫌杀害王晨的犯罪嫌疑人。 我问你，上个月11号上午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在。你在花园小区西北角，当时是7:19，小区的监控录像全都录下来了。对，那天上午。
我就是在王晨家。你在干什么呀？我没杀他。我告诉你，朱娘，以前你对我装傻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你现在再跟我说没用的，你别怪我没警告你。能不能痛快点啊你？啊？你想想，那天你和王晨在约会，许广泽突然开门进来，你无法面对许广泽，你就躲在门后把许广泽给打昏了。但是你又害怕王晨后来要把你们的关系告诉他，你就用花盆把王晨砸死。干！好，我承认王晨是我杀的。朱亮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，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压抑。这种压抑的性格极有可能导致他采取过激的行为。朱亮要真是杀了人，夏华，你要去忏悔。你赶紧走吧，我一会儿就送他去医院。那他要是问你，你怎么说？我就说家里被抢劫了。那好。我害怕。哎，苏妍，
昨天晚上我们抓鸡抢劫犯，可好玩了。哎，你去看看去。看他干什么呀？真的可好玩了。比你还好玩？好玩多了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。去，别拉拉扯扯的，没时间。你这不是闲着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闲着的？请进。陈军，你先在门口等会儿。哎，继续说。我们已经审了一夜了，我们手里目前掌握的案子他已经交代了。陈局，这家伙就是谢森。你好，区五办。他非常的狡猾，他都是头一天先踩好点儿，然后第二天再作案。你说说，你从银行出来，一直尾随被害人到他们家，为什么不是当时就抢劫，而要隔一天再说？我要当天去，他就会想到我是从银行跟他到他们家的。
我要是第二天去，他就想不到了。他会认为我认识他，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，所以他就不敢报案。即便是他报了案，你们警察也只会围绕他的亲戚啊、朋友啊开始调查，根本就想不到我。所以我就可以逍遥法外了。你倒设计的挺周到啊，你很专业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吧，我想写书。写书？你写书，你就抢劫啊？你不怕进监狱啊？我不怕，我早就想好了。我进了监狱，我才有时间一心一意的去写书。写书跟进监狱有什么关系啊？太有关系了。搞文学创作是要有深刻的体验和特殊的经历的，为了这体验和经历，我必须得蹲监狱啊。一个伟大的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一个进了监狱才算是有他的完整人生。胡说八道，哪个作家说过这样的话？你通知季志科，尽快的把结果拿出来。好吧。崔科长，这些都是指纹，我们正在检索。嗯，好，交给我吧，你去吧。这个是省厅的 DNA 的检验报告，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做的笔录。你刚才说朱亮已经承认是他杀了王晨。对。你吓唬他了吧？没有啊。朱亮交代作案过程了吗？还没有。你怎么不问呢？我不是涉嫌跟王晨谈过恋爱吗？专案组已经要求我回避了。现在既然确定朱亮就是这起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话，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审问了。您看是不是今天就把朱亮转为刑事拘留了？朱亮的案子先放一放吧。崔院长好。嗯，又给搞错了是不是？什么呀？你不是怀疑那个朱亮是杀人犯吗？啊，不是他。赵队，嗯，这是，你看，这是现场留下的指纹，这是谢森的指纹，然后这是这个。综合其他证据，可以肯定这个谢森就是杀害王晨的凶手。
这样。能不能痛快点啊？你就用花盆把王晨砸死。干了！思源，好点了吗？思源，思源。兄弟，你看看我是高军啊。苏爷，你别这样啊，你振作点。走，咱们回去行吗？来，没事啊。苏爷，抓错了就抓错了吧，啊，谁他妈能知道这所有巧合全凑一块了呢？啊，苏爷。哭什么呀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他们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。吓着你了？你们吓死我了！赵队，您批评我吧，我又搞错了。从你开始拘留朱亮，你是不是就已经是怀疑他？那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啊？您不是不让我搞王晨这案子吗？我怕一跟……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你是不是怕万一弄错了，我也跟着你去承担责任呢？苏爷啊，以后你千万不能这么搞了，责任该谁承担谁就得承担。再说你一个普通的干警，有些责任你是承担不了的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一会儿啊，你去跟朱亮好好解释一下。苏岩这次又搞错了。可是陈姐，我觉得他这次干的还是挺出色的。按照苏岩当时手里所掌握的情况，完全可以对朱亮进行刑事拘留。不过苏岩这回之所以没这么做，恐怕他也是怕万一弄错了，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你不用为苏岩辩解了，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。王晨被杀这个案子简直是太特殊了，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竟然一起出现。赵队啊，我们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，你遇到过这么巧的事吗？还有，既然朱亮没杀王晨，那他为什么要承认呢？王晨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说是呢？你想陷害我，我只能承认。朱亮，你想想，我如果真要陷害你，我为什么要对你治安拘留啊？我直接对你刑事拘留不就完了？而且我对你治安拘留，为什么要以殴打他人为借口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如果把你按嫖娼来处理的话，
即使证明现在你与杀人案无关，你今后也就没脸见人了。苏哥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你一定是被某些人利用了。我被谁利用了？你说于南吗？你错了，我得到的那些照片还有证据都是我通过侦查手段得到的，我向你保证这跟于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朱亮，我觉得你应该对于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当初于南离开你不是他的原因，完全是因为我对他一直穷追不舍。你错了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于南不喜欢我，我早就知道，但是于南也不喜欢你。知道他喜欢谁吗？他喜欢朱云凯。于南是朱云凯的情人，他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掩盖他们之间那种无耻关系。朱云凯为了长久的霸占于南，最先想到的就是害死我。朱亮，你想的太离奇了。你进拘留所的时候，你父亲非常着急，他亲自找过我们局长。别逗了，我的事情一直都是我母亲在忙，朱云凯他不可能管我。你看你不信，你回去可以问问你母亲，你父亲确实……别跟我提他，我不相信朱云凯。你怎么一口一个朱云凯？他是你的父亲。苏哥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朱云凯不是我父亲。你查过我的血，你怎么不去查查他的血呢？我母亲的血型是 O 型，朱云凯是 A 型，而我的血型却是 B 型。你认为他可能是我父亲吗？从小他就看不上我，我做错一点事情他就开始批评我，开始骂我，他从来看我都不顺眼。我始终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直到16岁的时候我才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我才知道这个秘密。孩子，你都瘦了，在里边有人打你吗？没有。你想吃点什么？什么都不想吃。妈去给你做点面条。妈，咱们走吧。走？往哪儿走？离开这个家。他们陈局长怕我不理解，还亲自来跟我解释。朱亮现在已经放回来了。这件事儿都怪我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告诉苏妍，朱亮可能杀了王晨。于南，冷静点，别胡思乱想了，这事情不已经过去了吗？朱叔叔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。哎，这要是有人进来，还以为怎么着了呢？啊！
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个家待着了。你不在这个家待，你想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比在家里强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妈知道你心里痛苦，可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振作得起来吗？妈打听了，对你的处罚只是治安拘留，不会影响你前程的，报社不会嫌弃你的啊。妈，我想问你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朱云凯是我父亲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去找朱台。你呢？我也是。啊，那我先过去。哎，今天晚上你回家住吧。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儿是妈妈不对。我和你爸爸结婚前，你爸爸没看上我。我为了得到他，我就开始。开始什么？开始不择手段。朱台，我现在已经没脸见您了。由于我的失误，差点把朱亮当成了杀人犯，我真的实在抱歉。不用抱歉了，这件事啊，你们陈局已经跟我解释了。素颜，朱亮的事情，我不仅不怪罪你，相反，我还要感谢你。你想啊，假如一开始你们就公事公办的话，那么即使现在朱亮没有问题了，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。谢谢，谢谢您对我们的理解。哎，刚才我在门口碰到于南了。对啊，他刚从我这离开。他找您干什么呀？过来看看我呀。看你。素颜，你今天到我这儿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您跟于南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算了，这是您的隐私，您可以不用说。你看，最边上的这个，这就是十年前于南的模样。那时候她可没现在这么漂亮。当时我资助了五个农村孩子，有四个都考上大学了，唯独于南把我给他的钱用到别处了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钱给他母亲看病了。我和你父亲结婚之后，我遇到了一个坏人。坏人？他就是我父亲，对不对？妈，你告诉我他是谁。儿子，妈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妈有了你之后，我就想离开朱云凯，因为我本以为那个人会接受我，可是没想到他拒绝了我，而且还让我到医院去把你
你打掉。我和他的事儿被朱云凯知道了，我怕朱云凯怪罪我，我就最终决定还是不要你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朱云凯他阻止了我，他说你犯了错误，不能让孩子来承担。亮亮，如果没有朱云凯，你现在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。回来了，你家的钥匙。你等我回来就是为了要给我钥匙？做饭了吗？做了，都放在锅里了。做的什么呀？你自己去看吧。好了，来了来了，好多年呢都没做饭了，也不知道手艺怎么样，你吃的还行吧？我开始去城市打工，最初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把朱云凯资助我的学费还上。苏妍，这些年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。开始的时候去广州上货，没有座，我就在座位下面铺一张塑料布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等我有钱了，首先要买个大房子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本来我不想说的，但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说说吧。也许我想向你证明，我云南花的每一分钱，都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。要我怎么相信缘分？我的心里只有失落。如果人生可以再次加深，
我不会就这样让你走过，要我怎么继续？